这把刀怎么在这儿？是一个救我们的姑娘留下的。它到底长什么样？是不是叫顾雪莹？啊，梳个长辫，辫梢上绑了个红头绳。我也不知道它叫什么，它救了我和妹妹，但它没有长辫子。 没有长辫子，没有长辫子。姑爷，就你们刚刚说的那个姑娘，她姓顾，但是她到底是什么来路，那小子们也不太清楚。哦，对了，那丫头的箭是用的极好，上次我在山上我放风呢。 然后那给好家伙割了好几丈远呢，他擦一下子一箭就盯着我的眼睛来，一下就扎得我眼前的一个柱子上了。当时就给我吓懵了，我差点掉下去。我，顾爷，那丫头她本事大，她胆儿也大呀。就我那二爷，呸！那滚地雷，截获了一帮那个日本姑娘。哎，那姑娘一个人单枪匹马，宁是把他们给抢了出来，驾着那马车就在悬崖边上那到处乱闯。她到底长什么样啊？ 听沈先生说，他是猎户出身，这一身本事，这一身胆子骨气，错不了。这是我顾铁铮亲手养大的闺女。<笑>